幸会幸会，终于能等到大家了。据说啊，今天这个活动比较克啊，今天出了一个这个翻翻乐。我现在由于没有玩过，所以还不清楚它需要花多少钱，我先翻一次试试。哎，服务员力不足，是否花2块钱翻一次？我看一下其他几个需要。哦，这是5块钱一次，哇，12块钱一次，20块钱一次，我的天，30块钱一次，我的天，奖励啊，重置奖励，还有我还可以重置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啊，咱都抽一遍就可以了。这个活动呢，它是持续3天的，啊，这里可能看不到。这活动剩余哇，持续2天啊，只剩1天4小时了，我的天！哎呀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原先还以为，这里有两个考量，我以为这个活动是分3天的，我以为是还有2天几小时，我就想3天的话，那 OK， 我今天先抽前面两个，前面3个，后天、明天、后天每个抽一个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个预算应该还能覆盖的。但是现在，如果这个只剩2天的话，那就是要今天和明天抽完。我们一会儿看一看。欢迎，太理智太会了是不？啊，氪金是花自己的钱啊，咱是要省着点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刚好也没有这个敌人，现在争自己人榜其实意义不大。我现在已经是稳稳的第4，对吧？然后我距离这个第3差很多，我距离这个第5也差很多，所以我就不需要担心，我抽多抽少感觉都差不多。现在我们这里还有200块钱的这个钻石，抽中间大奖，如果抽到了再重置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那我问一下大家，前面这3个我们需要抽吗？前面这3个我需要抽吗？谢谢夏草大人送的吃瓜啊。现在我发现我这直播收入每天已经有80块钱了，平均就真的很给力，一个吃瓜1块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我每天可以收到300块钱的礼物，然后300块钱乘以0.3几，大概是有100块钱左右吧。抽冰魂的都来了，冰魂不要抽，冰魂现在有一些这个冰魂没有解锁，现在抽的很亏的。等他那些冰魂后面的冰魂解锁之后，我们再抽。现在抽只能升星，没有用。我们今天要把前面这几个抽了吗？他有人刚才跟我说，哎，抽中间这个就是鸿蒙炼体，他这个哇，全部翻开。哦，全部翻关是需要花1080块钱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哇，这个不要全部翻开，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拼一下这个运气。谢谢夏草大人。然后我们先充值吧。你们知不知道我前两天为什么原本是充2000的，为什么充成3000 1000？就是因为我就是怕到时候复制在那个视频的时候啊，会被别人说哇，两个都是2000的，这是复制3天来的吧。然后今天哇，刚看到没有，还差4300块钱我们就可以拿到累充50000的奖励了。我今天拿一下吧。今天就直接冲了，先冲一个3000块钱。OK， 抽金凤的那个啊，点了一个未支付，开心。然后还差一个1332，我觉得节省一点吧，对吧？我不用冲2000，我来个1000，再来个328，再来个6吗？啊，来吧来吧，拿下拿下。UP 玩一梦江湖会很合适，为什么呀？后说说理由。我觉得以后充值我们干脆一开始就全充了得了，就是差不多。我先计算一下这活动的刻度，哦，还差一个332。周卡呢？周卡可以先买一下，是不是？提前购买一下，太会玩了。喂，账户余额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328就可以了。然后328328，哦，在这儿。啊，周卡那个不算那个332的累充吗？我的天，我啾啾啾啾，是谁？哪位大佬？感谢大佬送的吃瓜，还差4500到50000。你的战力怎么那么差？你是和我们一个区的吗？哇，这也是一位大佬啊！你也充了那么多钱吗？我不太相信啊！绝绝啊，还是玉绝，这名字就还不算，就是贼尴尬。哎，哦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现在已经是 VIP 15了啊，正统 VIP 15。然后先购买一个这个716块钱的，哇，给两个锦荣，哇，给两个锦荣，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商会，哎，这个限购全都买了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去抽奖，啊，这是毒玉，我就是。就是有一个同学也叫类似的字，但他不是这样读的。好了，这里我看一下，我们先翻一翻吧，翻一翻。啊，这传说宝藏要不要先开？这里，刚才有人说这个奖励啊，要先把这个拿了，拿到的话就重置。其实要看你，如果前面几个按照这个活动的尿性，应该是前面几个他给的礼物都不好，好的礼物都在最后几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儿就先翻吧。我看一下，传说令不足，30块钱一次，全部啊，那他。全部翻开的36次和单价其实是一样的，并不会更便宜，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翻吧。希望我们运气好一点，但我觉得运气的话其实很不可能啊。绝对一个王一个玉，这个叫绝，给龙雀，龙雀，这里继续抽完这个就是花1000块钱。你看前面给的都很一般，他如果是有多少个大奖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奖励预览啊，有5个大奖，
五个大奖应该是平均抽六个，差不多就有了。6到7个样子啊，给了54个一级玄石，哇！感谢玉局大人送的暴击手套，遇道长您真霸气。哎，这里给了一个红魔碎片啊，给了一个了，给了一个还可以啊。再抽，抽上面那个啊，福源、灵宫、金凤，这个是月鸟套装，金凤宝藏啊，要抽这个吗？我觉得这个红魔我先抽一遍。因为它这个还可以重置的，你知道吗？重置就是可以无限抽。我现在才抽到一个，我抽那么多才抽到一个，我应该继续抽。我先把这个先抽一遍，好吧？我要抽到，它是需要20个碎片，它一个只是4个碎片，抽一次只是抽到大奖就重置。俊哥又崛起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这点点大佬也比我厉害。点点大佬他刚刚说他还没有充到50000啊，点点为什么会比我强那么多？哦，就是因为我俊哥想要拿那个武器，哪个武器？哇，怎么我感觉跟不上你们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你们说的是什么武器？是公告里会给的奖励吗？主要是我之前浪费了一些这个钻石啊，其实也不算浪费吧，就是给这个帮派做贡献。没有想到他那么坑，之前我看都没有看，直接6000元宝直接砸进去，看不到大奖就4个吗？大奖是，你看一下奖励预览啊，大奖是有4个，但是我才抽到了一个，我抽那么多只抽到一个大奖是不划算的，他平均抽7个就应该给一个大奖了。大奖都，哎，等一下，他是四个的话，那得要抽5个才行啊。每次翻牌的，你看，我这里还有那么多，它一共是有5个大奖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一共是有5个大奖，我还要再翻。这你们刚刚说的好像不太对，50000完成5000的效果，还是主播厉害，对吧？那么厉害的主播，赶快关注一波，抽到就重置啊！你们这是怎么想的？看，又抽到一个。你们假设啊，抽一共是36次机会啊，你抽了12次，抽了1/3的奖，只拿到一个，这时候你应该继续把它抽完，好吧？它这种游戏。贼坑的地方，你看我已经抽到三个了，我抽到三个了，然后还剩下12个，还剩下12个的话，我差不多就是，我看，哎，我这次重置一下就比较好，但是我怕我重置之后这运气就没有这运气了。大奖是5个，我要全部抽完。这个大奖的话，他应该会要求我抽到最后，哎，又来一个，哇，最后这7个其实可以不要，说真的，啊，但其实也差不多。我看会有什么好的东西我没有抽着，自选魂装啊，一个这个自选觉醒。然后步运普通技能，还有灵魂符强化石，这个就抽了吧。主播太会了，但是其他的也需要，其他的也需要，但是把这个大奖拿了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没有必要搞很多。哇，感谢白色大佬送的吃瓜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哎，刚才好像不太对，我应该收手的。我抽到第五的时候我没有注意，这里没有注意，然后这里看一下，这里是20块钱抽一个，奖励的话是大象龙血，它也是要把所有的大奖抽满之后才可以兑换一个大象龙血。我们搞一搞，搞一搞，这种4到5档的我们就先留着，以后5档是需要的。感谢大家刷的辣条吃瓜，我的天，这个有那么热闹吗？来继续翻，这金凤令啊，珍惜的是什么？传说令，特殊令牌可以在翻翻乐活动中翻开啊。传说令，传说令是这个吗？这个好像就是传说令呀。我既然在金凤里面翻到一个传说令，那这个应该是从前往后翻比较好啊。它这个是给这个助心石，我觉得无所谓吧。奖励都是自选神柱石碎片，还有自选4到5档的这个兽装，红一星的这个我觉得不怎么好，我就不抽这个了，我就不抽，我觉得尽量节省点钱，好吧。然后这里是自选觉，哇，自选觉醒技能怎么排第一？然后就是4档红装，4到5档红装无所谓，以后我们打 BOSS 直接就会有的。紫霄令其实就是开下面一档的这个东西，然后这里我前面两个我就不搞了，反正前面两个也很便宜。你清风，哇，良心先生是清风。原来你是清风，哇，感谢感谢。然后这个月鸟套装，如果我们抽到的话，我们就不搞了，它就只有一个大奖。这里你祝我好运吧，它这个能够加17000的战力，加的其实比较少。月鸟套装，啊，它这个不是这个翅膀好看，是这个衣服啊，它抽到的是衣服，这个衣服有点浪荡不羁的公子的那种感觉。有群吗？有。来，我们这次就是看运气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抽到大奖，我们就不抽了。大佬要经常，哎，其实最好改个名字，我就记得住了，不然我这破记性你也知道的。不搞都是卵子，凉了，不凉不凉。我相信我肯定是30个能抽到，对吧？他这个游戏设计的肯定就比较坑，不可能说前面几个就让你抽到，肯定是这样子。因为你一旦打算抽，肯定是要抽到这个大奖，不然还不如不抽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游戏就利用这样的机制去设计这个游戏，虽然他告诉你这个是有几率抽到的，但是他还是会挖这个坑的。喜欢看我在妖王那儿挂机，那个是晚上爱心男爱心在那儿挂着，我平常。白天的时候我就是上闹铃，然后打完之后我就下来，还剩12个呀，别不给力，最后5个，给我留点面子。
给我留点面子呀，肯定要全饭碗，我应该没有这狗屎运。四选觉醒技能，哎，多选一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呀，已经抽了32次了啊，你太不给面子了吧，怎么能这样，不是刚才哦还可以，哎呀你吃也不好了，就是啊我头，这真的是不说了。然后这里这个大象龙卷我们凑齐的话它是加多少属性，情缘战力加52000，哎还不错，情缘战力，来来我们翻一次神坑。这个大象龙雀的话又要抽5个大象，这个估计也是要抽完。哇感谢乌兹，哇乌兹其实那天那个节奏风暴2个都是他刷的，我今天上传视频的时候看了一下才注意到是他，感谢乌兹那天送的节奏风暴。哇你们这个礼物送的有点节奏风暴的意思，我的天怎么那么厉害，你们今天你们是吃了伟哥了吗，上面那个最后一个不开了吗，上面那个最后一个不开了啊，最后一个我看一下是啥，如果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的话那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里是有个这个金风令啊，那这个金风令要买一下，就相当于是花12块钱可以买这个20块钱的这个东西。哎等一下我抽完之后他没有给我这个令牌，他没有给我这个令牌，本来我是抽到这个令牌了的，我是要把这个背包腾出来，把空间腾出来，然后这里的话这些就分解了啊，这些都不是红色的直接分解，感谢各位大佬送的粮了啊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强化，一线做一下这个强化，你看以后还会有2坨，这里看上命魂旁边还有2个什么魂，一个是地魂一个是天魂，它就是以后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氪金的内容。结婚啊领取一下，一会儿叫小新上线一下，坐骑升一升啊，升的不多就先把这个素材用一用吧，然后背包里的东西赶快分解一下。 OK 来领取一下这个邮件，邮件估计又能领好久，哎这个翻翻乐的奖励可以的可以的，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灵气啊，月鸟套装加了2万，然后红衣星什么东西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御魂项链加了16000，红衣星的开了一个裤衩，这个裤衩到时候用来合，我这里已经有个红3的了，到时候用来合吧。好删一下，然后又来了一件领取，我们今天是多少战力啊，开始的就是1280吧，差不多是1280，来领取一下步运技能5个8个，我竟然说5个我醉了，这老萌僧不仅眼睛瞎，哎不是这里领取不了，背包又满了，我的天这种能用的东西太多了，我的天，多选一暂时不想选。这里是红色戒指还是红色戒指，差一个护符我已经有了啊，不对这是项链手镯腰带，护符是这个，我现在差一个戒指，我这里可以选一个一星的戒指过来，好选一个这个戒指啊穿上，这个又能加个26000的战力，哎神兵升一下级，我们还差一点点1300万，升一个这个步云吧，嘿嘿嘿，哎呀还是没有升到。法宝呢，哇法宝其实可以了，哇可以的，哇这里还是差一些这个精华，绿令的话免费刷一次，哎不行，好现在已经是1300万战力了，但是差他们差的有点太多了，这个已经跟不上他们的这几个大佬的步伐了，这几个大佬确实比我会玩啊，我呢就是打打杂的啊，帮他们笼络一下这个人心啊，你看这个工会啊，给这个壮哥搞一下，现在没有到109级的反而比较少你知道吗，如果每天都跟着我们玩，现在哇这后面还有好多100级左右的，哎传功的怎么只有一个，他们其他人应该都传过了，建筑其实建筑应该搞一个这个福利店的这个东西领取一下，然后捐献的话就稍等，每天就捐个5次足够了，好先出来再搞一下这个邮件和这个背包里的东西啊，空间又不足了，我的天，来来来把这边的宝石啊升一下级，装备啊强化一下，现在其实要往这个40颗7级宝石去奔，但我觉得先把这个搞到6级吧，这里花了50块钱，我不是这是给了一个7级的替换一下就行，我刚大意了大意了大意了，乱花钱了，这里是给了7级宝石直接替换就可以了，6级宝石这里可以提升。 OK 这里千万不要花这个钻石，我刚搞亏了，哪来的7级，7级就是那个 VIP 食物给的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种东西不能使用吗，哎这个技能可以培养了，我建议就是先把技能全都升到10级，因为10级之前只需要一个这个素材，升级蓄力升级，这个蓄力其实加了不少，哎呀据说这个10级了不应该升的，升的话我想要给这个第一个升装备看一下，一键强化，我1300个树装石还是可以的。 OK 阵法这个锦荣的话来这里放一个锦荣，先给前面这个升吧，云右威加了16000，预算花完了吗，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透支的一个状态啊，
这个实验室开的会很占格子的，它全都是一级的，这个就先放一下，这个、等明天，应该是等后天，这个五阶开了之后，我们再使用。这里用这个坐骑之星，我觉得会比较好，坐骑之星加的是最多的。多选一宝石现在先不要搞，来使用一下，一个加一万啊，9700，还是可以的。开启朱雀嘛，朱雀的话我看一眼，还是只有两个，这个开孔石太少了，这个妖王。每天其实都打了，但是还是不够。邮件里的再领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游戏背包太少了。来，普通精灵技能16个，啊，没有可以领取的删除。再来，翻翻乐的奖励。主播微信群多少啊？一会儿和你说，好吧。这里领取一下，领取一下。哇，全部领取了，好开心啊！没有空间了，出来再强化一下这个装备。这宝石不能强化吗？那我这个有点尴尬啊，我这咋办？那么多。啊，把这个装备分解一下，这些装备都是垃圾，要是能装备自动分解就好了。为什么没有110级？需要等后天它才开放，它是为了照顾这个服务器的所有人啊，特别是没有怎么充钱的同学以及意志不够干的同学，他可能来这里面每天没有花很多时间把所有该做的副本做完啊，要等一等这样的人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稍微公平一些，到时候他们挨揍的话就不会太难看。这里其实是爱心打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副本 boss， 打出很多这个装备来，所以一下一下就用满了。哎，十大高手，这个穿上，哇，这个牙穿上加了27000，十大装备高手，我们都是十大，这个、太蠢了，蠢人。背包里这个零应该是可以合成了，我们合一个啊，合一个三星的，哇，又是用零去合成它自身，加了4万，这个给力啊。再领取，再删除，哦，邮箱终于空了，很好。哎，这里这个梨可以兑换啊，这是人参果，兑换两个。好的，加600，现在战力已经多了300000，又多了300000。来，开始翻翻乐，这个翻翻乐和这个刮刮乐其实也差不多。紫霄，现在只有两个紫霄的令牌，然后两个这个的令牌，这两个其实可以随便用啊。240个强化石，再翻一个。好，金凤，我们把这个抽完。紫霄这里有吗？啊，这些都没有令牌，那我们就抽这个金凤。感觉这个活动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花钱啊，一个30，一个20，50乘以36，1800块钱，其实还能接受。哎，不过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冲榜了耶，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。今天这个我还没有注意啊，这里已经有三个碎片了，其实很棒的，我们已经有三个碎片了，再抽两个啊，还有最后一个碎片，哇，这次运气其实挺好的，还差最后一个碎片，看他什么时候给。右上角不是出了吗？这里一共是要抽5个才能合成，现在只有4个。哎呀，还是要全开哦！来了，看一下，还是啊，前面都没有了，那后面的就不要抽了，这几个就不要抽了，没有必要。好，我们拿这个碎片去合成一下，这个也是开5档的，放仓库里吧。刚才抽到那个碎片是在哪儿？好奇怪呢，还请大家指导一下我。镇灵宝箱，开两个啊，这个镇灵宝箱应该会好一些。仙品法宝这里兑换一个火龙珠。这个是什么？万年灵异果，增加这个灵兽经验的。114，114，114，这个经验已经满了吗？这个经验好像已经溢出了，他不让我升级了。他应该是这个灵兽就只能比我高这个5级，所以我这里先不要提升他的这个经验啊，先不要提升。我这里先给这个4级的升级。啊，稍等一下，像是在群里发这样消息的话，就说你没了，抱歉。啊，群里不允许发这个广告的。田木宁同学啊，不好意思，拜拜。我们这个群随时都是满的，所以看他们珍不珍惜这个机会。啊，累充5万的这个一会儿领啊，一会儿领。我们刚抽完奖，然后现在把背包里的这个东西整理一下，别一次来太多，我 hold 不住。这个红魔炼体使用一下，哦，在这儿啊，激活一下。这个红魔炼体只加了36，珍奇丹升2级，洗髓晶升1级，这几个都一般呢，我没有找着。欢迎加群一起玩，我把联系方式放这儿吧。啊，这里暂时看不着，一个是 Q 群，一个是我微信，啊，你看清楚以后你可以加一下。我广告放2分钟，我看一下刚才抽奖的这个东西，它是叫做大象龙雀，哦，它是在冰魂里面，我知道了，是在冰魂里面，是在这儿，它是活动才给的。这个大象龙雀，哇，终于有了，哇，可以的，给它升级。这个大象龙雀，您终于来了，阵法2，可以把苗刀之祖去了，换一个大象龙雀，哇，加7万，贼给力，你看这全都是黄色。好厉害呢，然后我这里可以解锁一个天地擎邪龙
啊，解锁一个生生棋生性失败免费的抽一次。你真是好眼力，少侠好眼力啊！神兵我们升一下生生棋。哇，今天这个战力其实加的挺快的，这技能都87级的，我的天！好的，这几步运升完了，然后魂装又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有47个定魂石，使用一下武学啊，还有没有用的吗？神召弓升一级吧，刚好升一下。打造的话，强化一下。这个法宝碎片还没有，先给这个升一下吧。灵魂这里又给升了啊，这边全都是9级，给这边升一下，刚好升一级，加了13000。周末狂欢，我看一下，周末狂欢第二天可领取，然后全民狂欢的话，哎，累计获取怒多点就可以领取90个气球，这里面这个气球是很给力的，非常非常给力。然后这里楼兰采集2次，我还没有，哦，对，我忘记做了，这个我忘记做了，肩符文2次我还没有搞。哇，今天其实还好多东西我又没有搞，一会儿来弄吧。然后这里是377个，我就要兑换一个这个蓝可梦和一个正邪神语，这个时间还是有的，这个是2到6号，一共是5天的时间，我们慢慢来。首先把这个最贵的兑换了，这个一定不要先从最后开始兑换啊，有可能你哪天不够勤奋，就导致你最后兑换了后面的，兑换不了前面的，那样就非常的亏啊。这里天天返地领取一下月卡，领取领取领取，累充啊，累充5万，给了150个浪淘沙元魂，5个坐骑之心，5个坐骑之魂，来领取一下坐骑之心坐骑之魂，来我们升升级升一下，这个加的不多，但这个能加5万，哇哦哇哦，可以啊。然后这个浪淘沙应该是可以觉醒了，做最后一阶的觉醒，魂兽是可以觉醒3段的，红点点完就全部完了。哎，有人收800万战力的，你对一下。对了，那个小新的话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，因为爱心他，我感觉他好像不愿意继续玩了，我问一问他，如果到时候他愿意出号的话，他这个战力其实已经停滞了。他昨天本来是说要我先拿10000块钱给他的啊，因为他也是要去找朋友兑换，因为他是拿美金，他可以先找我预支一下，我之前借过他一点钱。结清里的现实类充还没有看，现实类充啊，搞一下。第二天充了4340块钱，领取。哇，这有很多这个玫瑰，反正哎呀，我媳妇儿这号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。哎，这里穿一个这个衣服加了66000，我的天，这个只要充一个648就可以得到那么好，就是一个328得到那么好的东西，648是得到一个小米鼠，这个小米鼠我们好像已经有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，直接分解火龙之晶圆使用下。哎呀，晶圆还差一个，不行，精灵皮肤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升级，我记得，因为小米鼠啊，昨天已经获得了升级，都加了8万，这个小米鼠有点厉害。每日累充啊，领取一下，31档、68档、128档，哎，又有一个这个秦武士，这个其实一般般，说实话，里面够啊，领取300的这个钻石，然后看一下返利，哇，昨天沈心怡抽到180块钱，哇，不错不错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里 ，Oh my God。一键起伏30元起伏4次，这里其实就是花198块钱，它会直接返还这个钻石，至少是1.5倍的返还，就是至少给你大概是3000钻左右，所以这个肯定是要买的，但是有可能甚至100倍的返。我们看一下，买一下吧，买一下。哇，还没有想到还有这个支出，一键7天啊，选支付宝支付，7:50才上线，上线什么呀？上线去做那个活动吗？摆摊看一下，摆摊这个拍卖也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人要啊，这个至尊令其实从35块起拍到了60块钱，他们也都是一些狠人啊，我们帮会的都比较狠。开服特惠，我的天，这个特惠还有，哇，那他这个游戏其实比较坑，那我这个钻石今天充了4500块钱全部要花掉了，我的天，这个游戏刻度比我想象的还要高，我还说现在能省一些钱，我觉得以后这个活动要尽量节省一些钱啊，不要搞那么多，你仓库那个可以换个混子鞋子就全红了。哦，你是说给魂兽是吗？魂装的那个，一会儿我看一下这个魂装，这个里又花了1000块钱，啊，我们就只剩549了，哇，这个还是很爽的，你不得不说，这里看一下这个魂装，啊，魂装还差一个鞋子就是一套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以直接开的，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开一个试试，哎，这个是开一个坐骑之心，好了，这个无所谓，这种宝箱可以先放着，其他的。魂装好像开不了了，这里就是玄石开2个，然后把宝石开1个，这个石头其实也无所谓，暂时不缺这种黄色石头，以后可能很需要，这里开一下，
啊，开了360个这个石头，360个石头其实是120个二级、40个三级、13个四级、4个五级，其实就相当于一颗六级宝石，一颗半的六级宝石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别以为这个很多，这里应该是背包满了，他没有开了，使用一下。自选三星兽牙，我还差一个，我是这个不是兽的，我是要那个魂装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弄错了，魂装。这兽牙不是的，兽环不是的，兽爪不是的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自选三星魂装是这个。这里开这个神兵吧，来来来来，红色三星的鞋子来一套，使用一下，加70000的战力吗？哇，加98000，哇一整套了，加98000，感谢感谢。哇，我今天没有那么的瞎，还是有点瞎。对，毕竟是盲僧直播，大家谅解一下。然后那把三星武器都已经开了，11幅的话，如果要进来的话，你就说一下这个账号。哇哇，我这脚底生花可还行？看一下，哇哇，我这个真地牛，脚底生花，哇哦，这特效，其实这游戏这个特效还行，哇，可以的可以的，来来，又有充值的动力了呢，领取一下领取一下，神兵升级，坐骑升一下，又加10000。可以，步运升一下。OK， 打造来一个，哇，5300的强化石，这叫步步升连。好的，好的，步步升连，算我没有知识。OK， 来升个级，加3900，哇，知识都太多，也是个问题。我就怕什么呢？我就怕一会儿开了一大堆这个宝石，到时候没有出用，就尴尬了。这宝石还能再开260个，我的天！你充了这50000，你可以再高300000哦，这样子啊。我其实，如果不为这个帮派着想，啊，那我可以节省个，因为我发红包都发出去3000，然后我再做了一些这个工会的贡献，又有这个5000-6000，啊，批量只能100-100，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来，再开，然后再开，他在疯狂的捡，哇哦哇哦哇哦，全部开了，这里没有了，哇哦，这宝石是怎么回事？它是自动合成更高级的宝石，好像是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它好像是自动合成更高级的宝石，那还行，这一点还是比较智能的啊。它可以升阶了，它已经觉醒完了，已经到最高级。看一下我们这个浪淘沙，哎呀哎呀，已经是天阶神兽啊。刚才天阶的时候也没有注意看，哇哇啊，对，结婚的时候花了2000，其实找一个不那么厉害的人，咱花1块钱就可以了啊。其实要买戒指，戒指是逃不掉的。玩斗罗最机灵了，哎，其实现在就是。你要想，我现在就是要照顾大家。我玩斗罗的时候其实很毒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都是想着尽可能让自己多占便宜。开的是玄石，不是宝石啊！哦 ，so this ne， 来升个级。刚才没有注意看，哇，这个大佬们息怒，我这个老盲僧，大家谅解一下，升个级，可以的。强化再搞一个啊。OK， 这里这个玄石，哇，这个还可以穿进玄石，哈。这个一个都没有，我的天，一级又要重新升级，再升级。好呢，然后技能培养的话，巨手再升级，蓄力升级，这战力加的杠杠的。但其实我感觉现在加这个战力其实不怎么划算，我只是尾随这个大佬的这个步伐。哎，致命可以升级，暴击值提高500点。然后这里气纯是元素伤害提升4%，不知道会厉害多少。这翅膀真的漂亮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漂亮。把宠物刷到甲吧。重刷到甲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这2600块钱的这个元宝又用在何处呀？今天又可以给爱心送2个99了呢。我们的友谊更加纯洁了呢。哦，这里800万的这个银币，那我要搞搞。我先把这个帮会里的这个升级研究院啊，有人告诉我这个除了命中闪避，最好把这个抗性的元素也搞一下。这个什么金抗、木抗、水抗、火抗、土抗全都搞。然后这里这种抗眩晕、抗禁锢更是要弄，抗禁疗，这个还是油管观众给的这个提醒。拍卖好买东西，好低好低。哦，对了，和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里做了一下这个报名啊，今天报名的这个内容，拍卖的时装随便买了。OK， 那个随便其实可以买。我们今天报名就是攻打这个青钟，看这上面已经有一个这个符号，攻打青钟啊。由于这个天水镜原先的那个敌人，还有这个逃兵郡这个敌人全都合并了，合并到这个南方郡的这里。这个工会，哎，大哥，回，怎么点不到？啊，进来了。他这个合了一个符，叫做戎马一生，米可提重道甲。
你可昨天是第一，所以今天是第一，应该也正常。5万没有客服礼包，有客服礼包我要下来要，因为要的话直接可能被手速快的人一个截图全都搞走了。这个经验密信一会儿改一改，银币密信今天只是打了2次，先把这个扫荡了，扫荡4次。材料副本啊，一键购买，一键选满，确定，一键扫荡，完美，就超级简单。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弄得特别简单，反而让人没有什么成就感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本身是花了120块钱的，1200元吧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其实我看一下这里，哎，我可以凑一套了。这里这个多选一，哇，这个锦荣也可以搞了。这锦荣是不是可以升级了？哎，升不了级，锦荣还升不了级。我这里搞一套是不是要好一些？推荐方案，这是锦荣、牛魔、狄青、狐星。这是狄青，我还差一个狐星，我开一个狐星呗，对吧？开一个狐星啊，我们去使用一下，把这个剥离，来狐星上阵，加7万，长风，小七，怎么是一级的都？给这个升一下，云右威，我剥离一下看看，风灵月，这个邱啸天，这邱啸天要厉害不少，感觉剥离了之后好像就剥离会亏。剥离之后就会就不在了那个属性，我的天，那就不要强化对吧？那我尽可能不要强化，除非他已经稳了，像是这四个已经稳了，我再强化。我的天，那就有点亏得大。推荐这套哦，看一下，小七、易云天、邱啸天、易云天，还有一个木婉萍，我们看一下，诶，在这儿，那这个木婉萍可以给他升级了呀，对吧？他这个二级的，然后剥离返回四个，其实没有亏啊，我确实花了四个升的。开朱雀，朱雀开不了啊！现在是多了三个，多了有三个了。这个再等等。现在这里，我暂时还不想升，我觉得以后肯定是全都黄了。然后第二套可以搞一个这个攻击的阵法，然后强化，继续搞起来。阵法这个要升吗？升一个吧，对吧？升一个，小七升一个，好像不亏。这个玻璃的数量是对等的，好像没有亏。这是玄石宝箱，都开了吧？这个活动每天做完，然后再把邮件领取一下。我的天啊，这个1小时就过去了，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。来来来，这个是啥？帮供单，使用一下。你们说拍卖的这个碎片，我看一下。拍卖我其实现在可以多搞一搞，摆摊拍卖。这个是工会的拍卖，1小时之后生效。哇，这个风沙乐舞直接100块钱买了吗？那么豪的。这里我们上一个1小时闹铃吧，沙海夕照，我们到时候抢一下。只要他到时候竞价不高的话，咱就可以抢一下。这种至尊令感觉还是太高了。捷径兑换东西，捷径那个没有足够的气球，我要800个气球。Hey Siri, set a timer for 1 hour. OK，然后我们把活跃领取一下。OK，帮会引定使用一下。活力值，把这昨天这个宝箱还不能用，不要发红包了。拍卖东西也是变相的发红利啊。哦是这个道理啊，是你说的对，这个倒是。好，升一级精灵，升一级，哎呀，加了2300，哎，精灵还可以再升一个技能，这技能最高级是100级吗？还是100级也没有限制？然后这里这个小无常其实差一点点，这个觉醒我去看一下小无常差多少。哎呀，我现在仓库里面是有52个小无常，小无常需要150个，那还早，这个小无常。好是好，但是没有必要搞那么多。我看一下，摆摊，小无常我记得是有人卖的。哎，小无常又和这里没有人，那到时候啊，除非我们之后钱很多很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一个这个绝世藏宝图再开一开。但我觉得没啥必要，那就是纯粹浪费钱。好的，剩下的这些945万的银币，我们直接一键给这个技能升下等级吧，对吧？这个技能啊，现在是93级。升级只加144吸血，哇，哇，100级就最高了，100级就最高了，那很好，这么快就1400万了，也不看看我今天充多少钱是吧？这里哦可以升了，这个突破加了2万，哇，这差一点的声音很爽，零售啊，这个装备玄石再升一级，OK，那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升吧，哦，这里是4级5级的，啊，这些全都是4级。哦，终于完了！我们接下来这么多元宝，主要是做一下拍卖。然后冰魂，我觉得现在抽不划算，
你们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去怎么样去把这个花了吗？今天九点钟这个领地站其实很菜，非常菜。我看一下，看看排行榜，来看一下现在的排行榜，我们差了多少啊？啊，还差他那么多，他们真的是和我们拉开差距了。我不是第一梯队的洗宝宝，其实可以洗一个假的，因为宝宝以后永远都洗不完的。洗一个零售宝宝其实差不多就要2000，洗到假，但洗到假其实应该也加不了多少战力。给你看一下怎么去给大家这个洗一下，这资质洗，我要买这个资质单啊。这里洗一下，俊哥太猛了，是的啊。秦胜啊，秦胜是一个香港人，香港人啊，他是今天收了一个号进来的。这里我洗一下吧，这里是花1500块钱，15000的这个，我们洗一次试一试，因为以后还可以拿那个单去洗别的，完全就是有点浪费，真心不如买那个拍卖啊。和大家说一下，回号号，哎，听完一下，要是能直接洗出个假就好了，但这个游戏就贼坑，划不来的。第一次接网都被拖一万的人干翻，哇，大哥，我以前其实那些人一般也不是拖，咱也没有证据说人家是拖，对不对？他刷的就是这个根骨资质，这个要刷很高，我现在已经是5200了，你要再刷一点其实加不了多少，其实不刷也 OK。 在哪里收号？进微信群，但微信群刚踢了一个，估计就只能加一个人进来。嗯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爱心就好。哎，这个成长率还可以啊，听完一下，哇，加了67000，哇，这个其实还凑合。对比一下那个称号，那个称号我们之前花了800块钱拍完之后，宝宝输出不行，这个宝宝是行的。我们之前花了800块钱买了一个这个称号，就是升级一下这个头衔，就800块钱加了40000战，所以那个比这个还要坑。这个好歹升了一半，可以加个100000了，应该是加了80000的。现在再出一个假，再加个100000，好不好？求求您了，40次，这里很快刷，洗练成功，洗练成功。哎呀，这洗出来都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属性？你看现在评分是15300，我就很好奇，他这个假会比我这评分高多少？你这假能有多厉害啊？最后14，只加400，哇，这400竟然加了80000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已经是假了，我已经贼牛了，贼牛贼牛了，江湖第一美美哒。这里我们先去挂一下这个通天塔，然后我去叫一下我夫人，让我夫人上来打。啊，你说一共加了210000是吧？好的，其实这个也比较亏嘛，对吧？我知道的。为什么我好牛？密道，密道的那活动还有5分钟可以报名，稍等一下。高山密道感觉可以再来一个，2个4万多，1个8万多。好的好的。哎，请求传功，男友加木，我们给他们传一下这个功啊。喂，把这个打完，我们就去传功。我好棒呀！你这为什么开始？放这彩虹屁开始吹起来的，高山开始了，那个是报名时间，稍等，我们还有4分钟。接抽冰魂不划算的，我们干脆以后少搞一点。哦，爱心来了，小心上了。好的呀，小心大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打这个东西太难了，再给260个云铁砂，小心下线了。我们先去和老婆做一下这个副本 ，OK， 买买次数，然后开始挑战啊！这里首先是要组一个这个队伍。秦胜，哎呀，这里先离开一下，我们找一下小新，邀请入队，然后布置一个这个作业。布置作业其实我已经布置了，然后进入了队伍，来结个婚吧，不是挑战一下这个副本吧？然后我们再做个双休一会儿。这个爱心其实现在就演变为了一个这个工具人，你知道吗？爱心大佬他是900000。别人早就充50000了，图图今天才50000好吗？俊哥 V， 肯定不到 V16 吧 ？V16 是100000，反正这个游戏就是比较恶毒。跟你一开始看到，哇，最高就是 V15， 哇，好便宜啊！这个游戏 V15 就满 V 了，好买好了，再挑战2次，然后等到你抽完 V15 之后，哇，发现还有 V16， 这个就贼坑。爱心从什么开始就感觉是我的工具人啊？其实他现在就比当初更忙了，因为现在要忙着赚钱的了。他之前其实也是比较受疫情影响的，你知道吗？充的钱都差不多了，
有的称号我没有拿了，以后我觉得慢慢追吧。我真的能力有限，真的能力有限。然后这里双休一下，同心锁升级，活动马上开始。爱心姐姐，爱心姐姐，我们先去搞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不在线或者不在附近，她可能去参加这个高烧密道了，好吧？我们也去参加一下，才 V 十五啊！你来试试，V 十五有那么好搞的？来来，送99玫瑰。Hello，Hi，Hello，大哥，这有问题，我退下，这还有时间进来的。小新应该是上线了吧？实用，小新送99玫瑰啊！对方不在线，哎呀，尴尬了，原来他不在线，在外这个高烧密道，我们再去找他吧。和他说完了，我们继续去升下级，这个还没有升完，同心锁升级，啊，一次是加1000，然后这个宝宝可以升级了。哎，我记得我原先有个宝宝的可以使用一下，那个宝宝，是被我放在背包里了吗？被我放在仓库里了吗？这个高超秘境这个活动其实很轻松了，这里是灿沙喵灵，这几个碎片其实也值很多钱的，差不多加起来也值2000块钱了。我这2000其实也算是暂时的浪费了，但是以后啊，收集齐了就可以激活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个护送令，OK，护送令原来长得是这个样子，神召弓碎片。好，最后17秒，冰魂啊，再来升级。好，感谢你送的辣条呀，谢谢你。然后开始活动，这里就开始打人啊，其实都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好打的，就揍一揍这个12区的。哎呀，只恨我当年不努力，没有使劲的揍这个 whatever。对吧？然后我其实今天还问了一下这个麦子大佬，我说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这个 whatever 这个账号，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回复。哎，大胖不怕，我们是痛打12伏的人。哎，别动，定住，这里就手动操作一下。哎，来个大招吧！哦，先把我大招躲了。其实我这里应该搞一个近战的，应该切换一下这个技能。哇，他们在搞什么事情？我家这猫又开始捣乱了。搞个天翻地覆，好，这里是给这个银币，哇，一次10000还可以，我就抢完银币，然后开始打架，好吧，还剩40个，一路走一路瞧，哦，这里还有2个，钥匙不着急，现在不着急的，钥匙是最后再抢，以我这个能耐，我肯定能抢到，好吗？请相信我，啊，这里可以缩小一点，喂。他给一个精灵精华，其实这种精华一个1块钱的，所以这种活动其实是还可以。你大胖不胖？亲人，他们12伏在打我们，岂有此理！打到他们无法捡宝箱啊，宝箱捡完了，然后一会儿马上又开始刷。噔噔噔噔啊！对，今天差不多加了200万战力，因为今天又有一个新活动，又比较坑。哎呀，小朋友。这小朋友又来了，我要赶快得要带他去洗个澡，他好臭啊！怎么都没有敌人了？那这个高山密道岂不是很无聊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现在还没有那种金色的宝箱，金灿灿的宝箱还没有。啊，其实在这上面人太多了，不如说是来这里，对吧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哦，有，就在前面。啊，被微笑领了。这个钥匙你不拿吗？好像是我的耶，虽然他开了宝箱，但好像钥匙是我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快找个角落躲起来吧，因为这个我看这微笑他过来领了，但是他突然走动了一下，他应该就是不小心误操作了一下，导致他这个重新重置了，他没有领到，我抢占了这个先机，我厉害吧？哎，这里有个小朋友，来给你个大招，好，一世名言哇，他们可是12伏的这个帮主哎，这个一世名言很屌的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别跑呀，小朋友。你看我平都打不动他，把你的波波打死。哎呀，给错了。哇，这个人太多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点一下这个，这里看不到这个帮会。我还说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活跃人数有多少，感觉这个地图上应该至少有30个人。啊，这是我感觉。只能捡一个钥匙。噔噔噔，昨天通天塔扫荡者奖励。昨天忘记扫荡了吗？又忘记扫荡了，但他会给这个次数就挺好。哎，超幸运啊！这个其实还没有升到20。
我要找片人少的地方。啊？我要换一个这个技能，因为这里这个技能是没有定身的。哎，他那里已经有人了，所以我就不过去了。哇，这银币赚的好快！别来和我抢，小微笑，来呀来呀来呀！嘿，走你！去抢钥匙，钥匙只能抢敌人呀，都是咱自己服的人，除非说是哎咱自己服的人被打了。Hello， 啊这个就可以抢了。哎呀！穿越人海，你好啊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你走一下。OK， 别动。哦，我打空了，我的天！哦，我这个晕被打闪了，我的天！反正我被引起的比较多。他就是有一个这个控制，他可以勾我。来，想要钥匙的过来了。哇，这个人好像很爽啊，一直在杀我们的人。我头，你们如果是菜鸟的话，赶快找个角落躲起来，要保护咱自己人。好，都击败了，他们应该会复活。仪式名言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哦。哇，这个大招只打他半血，还不到一点点啊。上天有路你不走，地无门你偏闯，在这里打我那么多人，这穿越人海哦是我们服的，这穿越人海一会儿出去看一看，他这排名是多少啊？怎么那么肉？他前面有钥匙无所谓。哦，穿越人海是16名的，我从山谷来，770万战力，哇，有点厉害。他打我血都不掉的，你知道吧？差距太大了，但是我这个输出还是有限的，感觉还是英雄联盟的输出好呀，输出两下敌人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一个刺客一套技能下去，脆皮就死了。哎，我发现了 一种快速释放技能的方式，哎，五连斩，就是我摁着方向键再点一下这个位移技能，就不要说是，一会儿给你看啊，就这个位移技能我习惯是怎么放，我习惯是摁着它，然后选这个方向。这样选，但其实这样挺慢的。我直接选一个方向，然后直接点一下这个位移啊！我点的是上，它这个位移怎么往下？好奇怪！那这个游戏设计的有问题。我就摁了一下上，往上走，然后又点了一下这个。它应该是朝着当前的朝向走，它不会管你这个方向。你现在控制的方向是往什么方向走？它就是稍微有点坑。好，穿越人海一大招秒了。还是可以的啊，这大招有时候伤害还是很足的。全部点防御了，我排名多少？我排名第四，很稳的。现在可以进行领地宣战了，这是早上的消息。一定要拿金色宝箱。这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趁这个最后的这个30秒活动时间啊，把这人宰了，让他拿不到这个钥匙，他就无法晋级了。好，先晕在此。好像李白的技能，有人说这就是李白的技能，但他毕竟不是纯粹的竞技型游戏，他这种操作型操作起来其实不是特别友好，而且在进入镜头还会晃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晃着晃着你自己就歪了。其实大家抱团就好了，小脆皮抱团啊。然后好，我们进入下一关，这一关应该没有敌手了吧，准备25秒。第四打人那么惨，这个游戏设计的就是其实战力差的不太多的话，输出不会高特别多，只要打很多很多技能，然后最后我可能比他多个几管血，三管血，就我打死他之后我可能就掉一管血，他掉四管血，但是要打好久。哎，来了，我金灿灿的宝箱，我来了。哎，我也有个密道珍宝箱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现在刚才一起玩游戏的人都进去玩活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晋级金钥匙。哎，我的金钥匙啊，现在看到了。
是盲僧本身啦。哎，剩下最后一个无所谓啊，现在没有看到敌人，再找找。为民除害，后面有钥匙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刚就只看到这一个钥匙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我的个天！加微信的话备注一下，群的话也 OK， 群随便加。哦，普通宝箱开出来一个钥匙啊！哦，我的天，一开普通宝箱我就想着要开下一个。哦，地图小地图，其实我一直没有开小地图啊。我的天，下次我知道了，普通宝箱也能开出钥匙来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真的谁想要？哎，小朋友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可不可爱？竟然把我打了一格血，我的天，好牛啊！我真的不看小地图，小地图在最右边那里看不着，可能因为我的手机比较大，6.5寸的，只能找这个借口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哎，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忘记和大家说一下，明天下午2点钟，我们一起在直播间见面，我们一起玩英雄联盟开黑。说到瞎子，我就想到了我的盲星。我的盲星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我大概一年没有玩了，所以现在应该不行。我应该玩几把上上手，然后你们明天就可以说我菜了。我们明天组队开黑玩英雄联盟我的话明天先玩3把，这个就是谁手速快谁进来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我随便叫几个人了，就我想叫谁叫谁啊，这是我的权利啊。反正明天我们刚好是周六，周六周日我想搞一搞这个粉丝的一些活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来回。哎呀，人头被我抢了，怎么参加？没几个人有电脑其实就是看有电脑的啊，咱这个人很多的，到时候咱还可以去救死扶伤脚，我应该不至于，我明天就可以玩我想玩的这盲星了。但是其实我原先玩这个男枪很厉害，但是男枪被削了好多次之后，我就玩得很菜了。什么区先告诉一下，艾欧尼亚啊，就是艾欧尼亚，大家要找一个呢，就找一个最具有普遍意义的，好吧？然后明天下午2点，然后我们会在群里说，一个是在微信群，一个是在 QQ 群啊。当然，倘若咱这个人数不满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去别的群，比如说这个斗罗群，然后光遇群都可以说的。排行榜这里其实是跨服排行榜，给你看一眼吧。这个俊哥极其威猛，高了2名40万，这米可大佬今天直接就被超过了。然后点点已经是一天了，妄图就是个渣，看你们玩的那么爽，羡慕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其实。一起聊天也不错，我只能安慰你到这儿了。什么段位匹配还是灵活？我们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段位，我可能没有段位。我原先是黄金的，黄金一、黄金二，然后后面就很久没有打了。来来，这里首先已经是高昌密道的3层，第三层的宝箱会非常好，所以为什么就是要来到这个第三层？然后的话，尽可能。多开几个宝箱，这一层的话就不用找钥匙了，也不用去打架，就开这个宝箱。来 ，come on， 刷，哎，15个宝箱呢？哦，在里面，我的天，别啊，我瞎了。喂，这是我的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。那里还有一个啊，我好像就只能开一个。这就是给最终优胜者的奖励啊！手慢一步，我刚不是最快的吗？我怎么还手慢一步？近10个人五开还能痛杀主播哦，对对，肯定是要照顾一下大家的，因为每个人段位不一样，肯定是要5v5排一下，这样的话也能多参加多来几个人，然后到时候找几个这个段位，咱先找几个人合适的话定一下这个段位，然后从2点钟玩到晚上6点钟，这样子玩到6点钟以后，我想想，抢了你的箱子杀他，这杀不了啊，这帮战你看都带一个锁的，切换不了，这个没有办法耶。啊！又有宝箱了啊！距离太远，走近点。不是这个点点大佬啊！我死了！我是瓜皮，点点是瓜皮，不，我是瓜皮。我的天！等一下，我这宠物怎么没有这个名字？他的宠物名字叫做点点是瓜皮，我呢？一个盲星，
妄图你个盲心。OK， 啊，又来了，我别一个都抢不着，哪个还没有人开？别呀、啊，冠名，昨天已经提交了，这个俊哥跟我说已经提交了，我们就叫做雄图霸业。啊，我好难受，你们手速慢一点啊，这片地方是我的，你们谁也不要抢，谁抢我就和他急。这刚才我在搞什么？好友这里有个红点啊，目标啊，领取一下。哦，这个能让我这个范围大一些，别来抢，别来抢，让我这个势力范围大一些。三波一个没抢到，哦，60秒后刷出，那就是6分钟的时候，应该还有2-3波。来吧，正在酝酿我的手速。那个手的话，我看着来啊，可以点。我就怕点了这个，然后往左边去人多的地方抢宝箱，这样就不行了。晚梦说找师傅，找师傅，萌新徒弟找师傅，懂事听话，生活自理。各位大大，快来把我搜了吧！109级应该没人能，没有人能收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得要等到后天啊，后天这个等级开上线了以后再说。我们这个等级哇，已经2亿的经验了。好，最后15秒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看他们都很尊重我，都不来跟我抢，你看。给了我那么大一片地方，你看这舞台就那么大，这差不多是金角银边草肚皮，你看那个角还有这个边全都是我的。2、1，哦来了，好、啊、我先开的，我先开的，我手机不动了啊，就这个大宝箱吗？哇，总共就2个，还就在我这儿，我的天，总共2个大宝箱，哎，我抢到了，刚才明明是没有人的，接下来这是什么？哇，来啊，气不气？虽然我前面几个没有抢到。哎，果然妄图采集到了，获得了高级阵灵锦荣。我的天，哇塞，哇，前三波都没有抢到，但没有关系，怎抢到锦荣啊？哇，这个牛叉，这条边刚刚都是我的，就金角银边草肚皮。你们有没有学过那个围棋？我小时候还学过，跟你说话说叔叔怎么不理？ What the fuck， 这个就离谱。哇，这个运气有点好啊。剩余时间30秒啊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活动了。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大家的谦让，哇、哦，我好开心啊！哈哈，这狗头说一句，感谢大家的谦让，不把大家气死吗？哈哈哈，等打断一个都开不了，哈哈，打断不了哎！我刚点了那个宝箱之后，我手都不敢碰一下这屏幕，我怕一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，就导致开宝箱中断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感谢感谢，哦，这个点点也抢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我看一下精灵。升一下级，这个锦荣是不是可以升了？哦，锦荣好像还差一个。来，活动看一下，帮会中枢可以中最后一次了。无形装逼自由之名，哇！你看我这个真的是，不是没有实力啊，只是不外露。我经常就是藏得比较深，感谢感谢。OK OK， 今天掠夺其实已经掠夺完了。哇、哦，这个九儿姐姐，哦，九儿姐姐，我想干你，不是，我想掠夺你，我想干你这个树。但是我这个次数满了，干不了，还算吧。啊哈。然后明天啊，说一下明天这个翻翻乐就不要买了，它东西应该是一样的，如果东西不一样的话还要氪金，我的天，太烦了，很讨厌。活跃啊，领下领下领下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做一下其他几个活动吧，个人妖王啊，参加一下参加一下，把105的揍一下，在线日数啊，在线砍人，抢这30个，抢6个精华应该是。哇，这个大招打过去没有秒死吗？下次开播多戴一副眼镜哦，我真的有几年我都没有测这个近视度数了，但其实我戴眼镜看的东西很清晰的，近处远处看的都很清楚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太注意力太集中了，专注于屏幕中间，因为你的视角是有盲区的，如果你看到中间那一点，其他地方你可能就注意不到，你要养成习惯，就像是玩英雄联盟的时候，这地图你可能没有注意，没有养成习惯的话，你就经常会遗漏掉很多细节，所以那种高手基本上一直在看一直在看。好的，排行榜给你看一眼啊，就看一眼哦，俊哥米可点点我，看没看到？我已经是第二梯队的佼佼者啊，第二梯队的第一名，就直接逆桑天和 whatever 他们俩不出号，哎，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清空军啊，和他们是在第三梯队啊，我就是傲视群雄的，对吧？我是唯一独特的存在，冲的不多也不少，但是以后还要少冲一点，就是再少冲一点，我这个利润就有了，然后我妈就不会天天说到我了。这里一键分解一下，蓝装紫装，啦啦啦啦啦，全都分解了。这个可以合装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去叫一下这个人。哎，这里合一个这个衣服，哎，可以的。来一个，等等等等，哎，
这可以和一个四档黄星星的衣服，我看，哇，这诸星石碎片有97个，我的天啊！不过这里加多少战力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。一区啊，对对对的对的对的。然后咱这个里面人才辈出，这个也有一些人，王者荣耀百星的，王者百星的大佬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完了，就是艾欧尼亚钻石以上的那些人，他可以收到一个邀请去哪个服去玩，我忘记那个服叫什么名字了，我的天，哎呀，我这狗屎基金，我受不了了，来去把剩下几个揍一下吧，这个经验副本很快做完，有个高级镇灵，那高级镇灵不够的，高级镇灵的话是，这个锦荣的话还差一个，啊，今天用了一个，本来是今天得到两个，但是今天这里用了一个，然后这里就还差一个锦荣，差了一点。不过一个锦荣其实能给很多钱了啊！峡谷之巅哦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峡谷的大佬就说来带我这个钻石一下啊，随便上分，领主分红马上开始，好低好低。然后这里方便吗？我看一下。然后今天下播之后，我问一下这个爱心，反正你们如果有谁想收爱心大佬这个账号，你可以和我说一下，他的这个账号充了应该有20000多了，估计一折就可以买到了，所以你们要是有富婆的话。要是有富婆想要来组 couple 的话，欢迎。我觉得就是至少一折你是得要卖的，人家爱心女孩子就照顾她。另外是，对吧？是在视频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每天都要上镜的一个角色。不花点这个代价不行。我要给这个爱心姐姐多争取一点几个利益。反正我觉得如果问她的话，她会想着，她原本的想法就是说和咱一起 buff， 两个人双剑合璧，然后称霸天下。可是世事不如。不尽人意，出来那么几个大佬，他就不想玩了。对，买爱心账号送老公图图，你们谁想要？把我要了吧！俊哥说真爽，他开了个什么？看牌号吗？直播说是高级镇灵啊，他们在讨论那个终极宝箱啊，终极宝箱里是啥啊？对对，高级镇灵啊，盲僧不是妄图的妄图，你个盲僧啊，还起了个这个名字？哦，我的宠物叫做妄图的妄图，你个盲僧，我的天，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有谁有专门搞了一个这个名字出来搞我。镇灵开朱雀，好的，我会忘记的，相信我。这里我们挖挖这宝贝，哎，好友沈心怡加我了，关键没有人要图图，我要去问一下。好，号有人要啊，号有人要，图图没人要，我是送的，所以这个无所谓啊。这里还没有人私信我，等一等，等一个富婆。我觉得我们还要玩几天啊？这样吧，由于我这里卖的是4000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每天我给发一个52红包，只要谁买了这个号 ，OK， 就补贴一下吧。就说我们大概还要玩一个月时间，然后我花个1500块钱贴一下，我至少找包养。也算是结交一个大佬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心机的啊，当然前提是女生哦，说一下，男生的话，这个买了送图图，但是不送520红，不送52红包，每天可以发一个。镇灵朱雀开起来，强迫症犯了啊！镇灵朱雀是什么鬼？镇灵这里有镇，哪里是镇灵？啊，这是谁送谁这个玫瑰？我看一下，西瑶西包住了这个吉，好奇怪。帮会活动开始了，我们去参加一下。哎呀，开始，来。啊，这里来晚了呀，这里能拿个第四名我就很满足了。都上线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小心上线了，我的天！来，赠送鲜花，来一波，哈！满屏飘一下这个玫瑰，点击开启朱雀，点击朱雀开启，朱雀是怎么有点熟悉？完了，点击开启朱雀啊，你说的是这里啊？你说的是镇灵这里这个是吗？这个开不了啊，这是跨服喇叭还是本服喇叭？哇，这个点点发了一个这个喇叭，朱雀我找不着，我这个。盲星，你们大家多多体谅，我的天，我不行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这个技能，学习一下。
镇灵是在哪个里面？你们和我说一下。我问一下爱心姐姐，愿不愿意一直玩到八月份？差东西开不了啊！就是你说的，就刚那个，那等一等，那个道具还没有打到，那个要可能要打很多天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是第四名，稳稳的第四名。这个俊哥不行了，但是有可能超过这个阿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点点，哎，米可姐姐今天没有来，米可今天下午一下午都在的。我们这里输出啊，搞一下这鼓舞。这鼓舞还是划算的，给小青松花，好，再送一个，满屏飘玫瑰，这特效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背景太杂乱了，我们应该找一个夜深人静的地方，慢慢的搞事情，对吧？这人太多了，在这里送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但是送了吧，这九朵玫瑰。好，把这个背包清一下。怎么有冠名？这个冠名的话需要服务器下次更新，下次更新之后就会有了。然后师徒这里，哎，刘月，到时候可以给刘月传一下这个功。当然，如果爱心姐姐她到时候不卖哈，那就不卖。我其实就是帮问一下。发现猎人这个工会起来了，就已经超过我们50%了。之前，还不到我们这个50%。他们应该是，由于他们之前和我们相比，他晚了一天，所以现在活动他这个游戏时间越长，他这个优势越不明显，他这个劣势就越不明显啊。所以他慢慢的能追上我们一点点。现在估计有我们56%的实力。哎，作业奖励，刘月获得了105分啊！可以，哇，为师甚是安慰，不是为师什么？为师甚是慰藉。来，武学这里点这个技能，剩下这个等级啊，好，这 boss 感觉每次都是68000，哎。他这个血量好像不会掉，他应该永远都打不死。静脉2周天快满了，你说的是这里？明白。哦，2周天94%突破以后可以获得大量属性，周天数越高，突破增加属性越高。哇，那这个我们到时候修炼修炼，把这个20周天打通好吧？感觉还需要2天才能打通。啊，这阿喵是之王那么牛的吗？看看这画幅。阿喵是之王，他的输出为什么那么高？他是一个天宇，好像在这个游戏里面天宇就很牛，你知道吗？要实在不行，我们到时候转一个职。我们这玄宗好像不怎么厉害，这天宇他的输出好像更高。我们明明是一个刺客，但还不如这个天宇。1小时能打完，现在已经打完了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我们就是排这个第四好像是，啊，这里是米可大佬没有上线，所以我们偶然间搞了一个这个第四名。好，游线领取一下。其实现在就是，我就帮爱心姐姐问一下，因为我感觉她白天也不怎么上线。如果她俊哥也是人都是的，说不定我们以后都会搞这个天宇。如果价格合适，其实就 OK。爱心的话，我估计她也愿意接受，能回一点是一点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如果价格比较低的话，那她其实估计也不乐意。反正每天上下线做一下这个情侣副本，其实也挺好。然后建筑的话，抗静疗，这个是提升我们治疗效果的，搞一下。然后福利店再领取一下 ，OK。然后马上准备开始拍卖，这个拍卖的话，10分钟马上开始。我小心一点，我已经上了闹铃的，这应该问题不大。待会儿我把那个碎片啊全部都抢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活动做一做吧。嘿，资质单全买了。资质单昨天就全部用了，等级在现阶段买了，哦，给了一个红装，就这个东西其实给的红装几率还挺高的。
我这儿没有看漏，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雷冲。今天春榜一给好东西，我也知道今天比的是这个战力，谁战力高谁就能拿好东西。今天比的就是争做最强王者，拿一个这个水寒剑，估计能用到我们游戏结束，你知道吗？还给个金龙宝藏，打开有几率获得这些，而且更有概率获得橙色和橙装合成石啊，绝版坐骑上古神龙啊，12个觉醒啊，一个称号傲视天下，加3万的战力，应该是俊哥的，应该是俊哥的。他们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抢榜，其实他们今天应该都花了不少钱的。这俊哥看不了，他是有没有冲这个冲到 VIP 16。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再去做一下其他活动啊。米克大佬我不清楚啊，我感觉他们没有必要抢。现在其实打12伏完全能打过，七天之后合区以后，估计就会有对手了，就能够看到8伏、9伏、10伏的人，到时候估计才会需要认真氪金一下。录播会有，我们会做视频的，都在加价，谁去直面啊？这里，哎呀，这小西要求要对你进行夫妻双修，是否前往？这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，不好意思，小心等一下。剑之会存储的啊，现在存储了2亿，他4000万就可以升级了，现在有2.1亿的这个经验。来来来，双修一下。那增加这个亲密度有什么用？其实我还没有想明白啊，就想找我这种 UP 主，终于遇到了，可以可以，快点一个这个关注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感谢小新，然后我们再给徒儿刘月传个功。哎，该徒弟今天次数已满，不能进行适度传功。哎，有一个轻舞人哦，小新送了我99玫瑰，哇，爱你爱你爱你。等啊，还没熟啊，这是之前那个成熟的那个消息，经验走起。好的，今天我觉得，前天的那个视频我说了啊，这个3倍药水之后可能就不限量了，这个经验好像没有看到它限制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经验可以磕一个3倍药，然后再搞起来。然后现在我们 VIP 15，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经验副本的次数能不能买2次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吃一次，然后打一下这个经验秘境啊，点一次啊，3次，哎呀 ，V15也只能买一次。这个游戏有点不通人情呀。然后帮会传功的其实没有了哦，还有吉一，一会儿给他们传一下这个功，反正这样的话我能多得到一些这个经验。金脉冲一下，看一下184万能冲多少啊？98%了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这个银币，这个银币要怎么得到啊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差一点就突破20天了。拍什么？拍卖吗？拍卖还没有到时间，我上了闹铃的。一会儿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一口价的拍卖，我们要玩的是竞价，比谁竞价手速快。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，一会儿得要先拍卖完之后再进这个经验副本啊，不然时间不够。3000多万战力为就为15了，因为我们活动都拉满了，还有一些浪费。哎，我的娘子小心上线了，然后我们想想，娘子还要对她做点什么？好，夫妻双修也结束了。少年三国志，你可以超越凡尘，我就喜欢这凡尘，我不想超越。像咱们现在。怎么才给1200万的经验？有点少。像咱们现在不用冲榜啊，都不用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啊，上个闹铃，然后起来爬起来，看这个排行榜有没有被超过。一个区几千伙人 ，OK OK。对，腾讯是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里我要再找一个人传功的，只要能找到一个人就 OK 啊，不要浪费这个主动传功的这个机会。好，只有2个人可以。现在大家好多人等级都是109，回玩家等级都是109，所以，都传不了。然后这里我看一下，噔噔噔噔噔，哎，来了，天涯。腾讯、网易的以后玩，最主要是钱不够，钱够了玩啥游戏不是玩，对吧？这里好像还可以再来一次。哎呀，
好多109级的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然后好多人都传了攻了，所以现在蛮尴尬的。我感觉可以去打一下这个通天塔，这里一会儿出个价，出个价 ，OK。沙海夕照，我想买个这个，这个都60块钱，原价应该是50块钱可以买的。哇，这个至尊令都卖到70块钱了，别买那么贵啊！这个资质丹其实是划算的，在40以下都划算，在400以下都划算的。其实这种可以稍微拍一下，但是这个坐骑的话无所谓。他们，但我其实已经有一个零售是甲级的，这个我其实无所谓。现在最强装备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这里不知道买什么，那就买这个沙海夕照好了吧。沙海夕照买两个，然后买个灿沙妙灵。哎呀，这个算了，打不过，打不完。开始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啊，其实只需要最后3秒。哎呀，我出价最高。哎呀，只抢到一个。我还有人在盯着，以后我可以剩最后3秒钟的时候再拍，让别人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。哎呀，这个都卖那么贵了，70块钱。哎呀，我去。啊，其实这几个我其实也不需要，我就想买这几个碎片，全副拍卖，1分钟之后开始。哇，这个至尊令，哎呀，其实又得要等什么时候再拍？就两个至尊令啊，别的碎片都没有。我的个天，我的个地！完，最后8秒有点够呛，以后就是最后3秒，一口价教他做人。好的，然后最后一口价的时候，哦不是，最后参与竞拍的时候要从后面往前，他可能就盯着第一个看，哎，这个如果 一旦被人拍了，然后他就重新的再参与竞拍。哇，难得又有黑子来，你说骗钱，我骗谁的钱了？要不我骗你的钱，你加我这个微信啊，来给我转200块钱，好不好？然后转了200块钱之后，你再说我骗人也不迟，对不对？这个黑子好不容易来一个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为什么不玩好玩的游戏？氪金游戏都差不多。大家来看，我看的是一个氪金游戏，我觉得好玩程度上面来说，这个游戏其实还可以。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里没有敌手。今天的话其实是不够刺激的活动啊，因为我没什么对手，就是领地战啊，这里等一点点时间。大概是1分钟左右，我们去参加一下这个领地战啊，把这个青州夺下来。这个活动还是很简单的，一会儿可以上麦试一下套装。哇，这个白玉手镯加个3000战力，最好把原创威开了。头条的原创威其实开需要回答几个问题，我就比较懒。10/10年的时候完成巡线有点氪，10年的话，所以等一个活动。我看一下，短王子都来了。好的，这里是帮会战，我们。一个是要守阳明郡，一个是要攻青州，肯定是攻打青州。那应该是把青州攻下来，然后这个阳明郡也要守一下。我们先去看一下，如果这个青州没什么敌人的话，那就无所谓。我们现在是分配到这个左沙关啊，现在还不能出去，应该是 5 申请入队。这里应该是没有敌人的，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这个帮会有人过来，所以这个应该很轻松。我就随便拿一个黑岩城，我觉得就 OK。好，战斗开始，冲啊！冲两下，然后我们再骑一个龙，这样就比后面的人要快一些了。抢大旗，来来来，这 buff 就是如此的枯燥，有了钱就是如此的枯燥。哦，这里就是敌人啊！我的天文，哇，这个鬼龟比我还快，这大旗好像还没有出来，我就把这个守卫杀一下。这些守卫都是默认的守卫，这个塔也是默认的塔。你看这个高塔，它是有血量的。我放大一点啊！你看这个塔是有血量的，一级箭塔，我们把这箭塔揍了就可以了。现在是我们玩的第8天啊，从26号开始玩的，现在是第8天。这里好像是要把箭塔拿走吧，然后才能领取。哦，保护时间哦，前2分钟是保护时间，我们先挂机一下。他说：“如果没有，则占领黑岩城的帮会会获胜。就是如果有3个帮会，一个帮会占了一个旗子，就一个帮会占了一个城，那最后获得这个黑岩城的就能够获胜。OK， 可以抢夺，哈哈，这个肯定是我。哇，感谢蔡云龙送的大佬地茶，感谢感谢啊！哦，我就说还有2个城没有领取，这个黑岩城和月牙城估计是秒领取，同时秒领取，你知道吗？哎。”来了，哎，果然黑岩城和日月崖
哇，我好大啊！我是你们的大男人，看到没？好大！哎，如果是一个小萝莉变大了会怎么样？喂，我好大啊！我和你的坐骑一样大了。现在战场是守城，应该是这个我也没有玩过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领取一下，妄图扯旗了，实在太无敌了。我们充了那么多钱，叫了那么多人，对吧？肯定是要和服干一波的。如果不和服，直接就走了，其实就太亏了。一定是要打架打特别特别爽的才行，不然我觉得这个视频做的就没有意思。他说：“还说我家猫也好可爱，长大他也要养一只。这小弟弟现在的小弟弟都那么奶狗的吗？感觉玩越野车和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到时候去问客服能不能提前和一和。之前问过客服，他说15天就和服了，所以就挺好。15天其实还能等，和服肯定就有的玩。前面你想我们，人家开服相当于是开了我们2倍的天数呢。到时候我们开，哎，获得青春都可以出现。好的。”这里离开副本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应该还能再参加一次领地战，玩一个没人的平台。哇，大哥，我们刚开始去10区的时候看到，刚开始进服的时候差不多是有300个人，这个11区差不多也是那么多人啊。我从山谷来，哇，占领一下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我终于可以上麦吼一声了。来来，一键拉人，开启云聊天，然后大家进来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刚才已经拿下了荆州城啊，现在的话，我们再过来守一下这个阳平郡。阳平郡的话，现在是有一个敌人，是我从山里来，我们把他揍了，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日月牙揍了。主力呢就去左沙关，进来你就能看到左边有个左沙关，下面还有个日月牙，其他同学可以去这个日月牙呀，我们就分配一下。OK，就这样了。这个其实。不指挥，我估计我们就直接平推过去，因为 whatever，即便 whatever，他们俩都来了，我们照样也平推过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们之前占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又占回来了，我从山谷来，还指挥个屁，连人都没有，尴尬了，人都没得，奖励20分钟发，OK，已经全部占领了，好的好的，这个阳平郡仍然是我们的。无敌是多么寂寞啊！帮队拍卖分红啊，这里一键领取，分红分红，每个人分到了41块钱，这个还是很给力的，这里还可以提速。OK 啊，这无所谓，我们感觉是已经 OK 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去啊，去做一下这个揭秘镜啊，我的天！然后看一下，一会儿9点半还是有这个武林大会，今天这个武林大会我们就不录制了。然后我们明天晚上7点再见啊！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可以进群搞一搞事情，然后最后给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，好吧？啊，俊哥是无双，哇，这点点是以前厉害还是无双厉害？我看一下我这头衔，哎，下一个是无双，哇，这点点大佬他已经是1000了，要不是我没有钱，我这手速肯定赢过点点大佬，这个1000有点厉害啊！我当初。就前面6个就只有一个至尊，就前面我们11区只有我，唯独有我一个至尊。但后面我看这个称号加战力加的太少了，不太划算，所以我就没有搞了，慢慢来吧。然后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看视频的各位，你们的关注啊，还是支持，都非常感谢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啊！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